部队起床。哎，他没在充电呢，有没有一般的头啊？你要什么头？光头。对，闻到，我觉得有人在家。家有麦片吗？起对了。起安了。然后早上起来，小舅妈帮我们准备了咖啡。等一下，不可以，不可以这样微笑，你们就直接喝，然后会剪掉了。太好了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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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赞助播出，哎，那我们今天再送一个好了，再送一个吗？好，那我们今天来送摩托机吧。不知道上一集送什么人，可以去上一集抽奖。上一集是送这个杯子，很好用。如果你们家人刚好都收到一组，然后再去跟他申请咖啡豆，哇，客家！你家五个人，你就申请五份，就一百克了。你家十个人，就1000克嘞。对啊，就一共。你家如果有100个人。好，那个连姐可以去跟他拿那个咖啡的试喝，风味描述什么的，我们三集就真的很好喝，值得一推的咖啡。小猎犬，推一下这间民宿，很好的。是哦，鸡楼，水头谷羊楼，很好的。谢谢小管家，谢谢。好，部队集合，然后出发。好了，我们现在吃早餐。反正来金门一定要吃嘛，这个大家都知道了。对，广东粥，永春。可以叫他排队。哎，你们俩反应同步哎！我嘉义永春的名字，真的是低能姐妹。你说对面是哪家？这个、啊、小娟妈说，其实在地人都吃这家。好、啊，那吃这家，老板出来。需要油条吗？好，要。对，可以。好，谢谢。因为我们刚才早上大概6点半上下就去拿了。冷了还好吃，就是真的很好吃。可是油条带回去台湾很好吃。对，合计合计。老板声音超像 DJ 的。对，到一定会慢慢出油，那烧饼反而是可以。我想台湾在用气炸锅炸一下，其实都还蛮好吃的。那油条我们就真的不太建议。很香哎，那胡椒。其实跟昨天早上我们刚来的时候吃那个很像啊。对啊，就是一样，没有米。倒是这样，比较浓，比较浓。跟昨天的那个是不是？小舅妈说他们回来都是喝这个。山的山超好吃，大虎熬比较久，感觉是吗？比较浓郁，这个我们做用70也可以。嗯，最有滋味。有啊，你最有那个。你可以走，今天大完了吗？他大完，他早上就大吐一斤了。嗯，哎，你有肠燥症吗？没有，没有肠燥是出来是不一样的，稀饭对呀。哎，这种的里面有滑面，好像就不能回收。你要有回收标章，滑面是可以回收的。好，我看到了，我刚刚吃。那你就放着啊，你自己回收，你用第三次它就变环保了，把垃圾量减少2/3。好。又在干嘛？又在调戏小舅吗？谢谢，好吃。皇室中厅哎。过来啊，过来啊！金门有一个宗祠的文化，因为他们人都很常出去外面移民工作干嘛的，做生意。这样一路好多那个什么中心会，你看又来了，城市宗祠又来了。有点大，你没有看？我有看。不是啊，我们现在不是要去小笼包，为什么走进来？对，排队呢，也很老呢。哦，好小间哦。现在来尽力小笼包，现捏现做。哦，他有煎包是不是？这不就是小时候的版本，酱油直接倒进去开吃，泡在酱油里面，他就喜欢很咸啊，所以他要煮口啊，真的，煮口啊，等一下，不要冲动啊，不要吵，等一下，跟你想象的话味道不一样，真的吗？来。小包子，一团肉，内馅比较像烧麦的，好吃，它这个馅很特别，有一点烧麦感，那个肉馅，这真的完全不一样了，跟我们吃过小包不一样，真的，它皮肉馅都蛮特别，它皮是比较软硬适中，然后肉馅确实有一种烧麦感，那种珍珠丸子的肉馅那种，还不错哎，对，还不错，真的还不错，金门有养猪啊？有。金门猪哎，应该味道不太一样。没有，一颗7块钱，35块。一颗7块还是算蛮划算的。打开，小姐，贞节牌坊来啊！你知道为什么会是贞节牌坊吗？是因为他把小孩都教得很好，小孩子都做大官。昨天才会有什么一品夫人。然后你们看啊，这边有一只石狮，只有它是彩色的。哎，真的。知道为什么吗？因为据说这只狮子的位置刚好是日月都可以照直射的地方哦，所以它吸收日月精华。小镇没有推荐这一间。
好的。对啊，他会排队，他现在没有啊。你被寄姜柜啊？没，那下次再寄啊。寄姜柜，我们是切开炸。嗯。谢谢。寄姜柜。对啊，50块很大一包，它有薯饼的味道，上面真的有薯饼，很酥脆的萝卜糕。它应该要有一包蒜头酱油跟一包辣。我这吃很原味，这感觉很天然，很天然，纯米，酿造，可以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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给过。加一点变在地美食，在地上的美食，哎，可以耶，其实蛮好吃的，刷嘴的，味道变清淡，妹妹就吃到米香。米香，对，有一个米香。好，走吧，走好了。这边还有一家烧饼。在哪里？就转角而已。还有叫蛋饼啊，加蛋加蛋，蛋饼啊，这个一样。哦，加蛋就蛋饼。原来对，不加蛋就葱油饼。原来如此。好了，好了。它是葱油饼，然后它加蛋就变蛋饼。它不是蛋饼，它是加蛋变蛋饼。对，很认真吃哦。有，哎，不要吃了，拉出来。有。嗯，好好吃哦。好香哦。好吃耶，就简单了。他选蒜味真的很蒜，哦，还有什么口味可以选？蒜味、辣味、酱油。哦，这味道好熟悉哦。熟悉的感觉。My dear friend， 熟悉。热。我可以去跟他要酱油，你跟他要椒盐比较实在，这撒一点胡椒盐应该很好吃，因为它很香。其实蛮好吃的，就简简单单的。有没有看到？喝酒啊？那一颗？亚洲最大的木棉花，那颗是木棉树，是吗？就你家油条，小舅妈说在地人都会吃。我们刚刚的吃的广东粥，它是在对12元，对对对对对，12元，帮我们捞一圈就出来，有没有？喂，大林呐，我老板大林呐，这些刑具现在可能用完了。哥来啊，哥来啊！那个鞭子应该不是拿来抽的了。对啊，对啊，现在可能抽鞭子吧。我没用过，你随便用的那个。没有，我很想尝试，不知道要。很想尝试。你们不要动，我会害怕。他们真的是很认真在开会。对，想看东南亚最大啦，不是亚洲。参天大树，真的很适合讲一些闲话，在那边阴谋。我一直要打表妹用到手啦。表妹就在前面，表妹是好强啊。做什么用呢？我做体重啊，重训的啦，重训的。啊！你怎么不举啊？你刚不是说很简单吗？很重哎。哇，很重哎，真的很重哎！那里面有加钢筋啊，靠腰，他妇科的啦，妇科的。我说说不定是以前啊，说不定是以前，应该是啦，因为举的他举的起来是要办法训练的。谢谢，拜拜。对啊，我今天可以找，就是这个很有名的闽式烧饼，拿到了一箱，一箱有，然后可以出来几箱哦，噔噔噔噔噔噔，要发了哦。为什么买烧饼然后变成这么蛋卷？剪刀不用剪刀，不，180来吃扁的。你看，你看里面是麦芽，千层的感觉。没有，来阿雄，这真正的感觉。你在说个牌子啊？你我先夹的耳朵。你先丢高，我会怀烤更好吃。你们要吃吗？你们说热热的比较好吃吗？对，我回家吃热的。他说你的煎的。我是包的啊，你不能吃。对啊。啊，咸的也好吃。我觉得咸的比较好吃，我自己是喜欢咸的。都不错啦，谢谢。我跟你讲，我们有吃别家的，这家真的比较好吃。好吃吗？蛮好吃，而且有个不知道什么的蜂蜜香，用高粱去做的，所以会有一种米香吗？很香哎，真的有个米香哎，真好吃。对啊，真的不一样哎，高粱味配茶刚好啊。非常的灵活，那我要什么什么？蛋不错，蛋卷不错，意料之外的。老大喜欢吃麻辣，对，他说他麻辣跟台湾不一样。给你吃一个 NG 啊。吃的我要吃一个哦，好脆哦！它是酥的，而且我们这边的花生超香，嗯，这个地方花生真的很香。花生，花生一下，这花生用料实在，对啊，不是好干，因为它粉太多，花生很焦，我喜欢把花生粉子喷出来，很厚，这个蛮好吃的。他们聊开了怎么办？对啊，没有，你没给小舅妈写出笋吗？小舅妈用她的金门真心券购买。哦，金门振兴券呢？果然是小舅吗？哦，金门自己发自己的，自己发的，自己发的。基隆有一间也很厉害的麻辣吗？又开始登圈了，开始登圈了。台中有一间麻辣吗？你知道吗？小舅妈，你听过洪瑞珍吗？在那一边吧，再往前。叫摩洛哥，超帅。好，帅照。哎，我最近学到新招了。可以，比的笑话还好哎，当然了，走吧，很杂志封面哎，这里来吃了蛋卷拍的照片，
往下一站。Go go go go！ 可以可以。先转啊！我北京。我们现在来山西拌面传统商店，超吵的。小妹妹是那个小舅妈的一个小侄女。Hello。哎呦，自己找位置坐吗？哪一位？来来来，哇，好快！水晶洞，水晶洞肉，这个我怎么好像有点印象啊？在哪里吃过的感觉？在哪里？我们去北海道的第一天晚餐。是啊，对啦。他做那个用鱼的。哇，好特别哦！拌面拌饭好特别哦！这里拌饭，不会打翻饮料，我生气哦！啊，这是菜包能把菜包变成鹅啊的概念。哦，谢谢啊！谢谢，哦呦，看起来好吃哦，有炒卤味。我点了一个炒卤味。那我们来吃拌饭拌面了哦。它面好特别哦，上面那个是什么？你要吃个面面还是拌饭？吃个面面。他问我要吃个面面还是吃个拌饭，我说吃个面面你就被骂了，挖洞嘛，有点酸辣面的感觉，我面蛮好吃的，面很爽脆，饭也很好吃，肉冻有牛肉汤味道，我们吃好快哦，是不是？对对。为什么面还好，饭怎么有麻辣豆腐的感觉？辣辣的，麻婆豆腐的，然后它这个豆腐却甜甜的，真的，豆腐好甜哦。两次两次。麦芽鸡，怎么那么多菜啊？好好吃哦！真的吗？对啊，麦芽鸡不错。要不然来晚输了付钱。信用卡胜负啊！信用卡给到你，店员抽信用卡。信用卡就直接问老板娘，老板娘觉得我们三个谁最帅，是吧？谢谢。都让你赢，都让你赢。都我们来都没车啊，我们现在满满车。那我们现在来。郭英强。本来应该要在那边播邓丽君讲话，怎么今天没播啊？对面就厦门了。怎么都去那里都这样啊？这里很无聊，订阅第七，第七。我从现在开始不要，不会再笑了。可以。他的裤子是，你看一个、两个、三个，这个算还不错。就他想要穿成迷彩。对。我们现在在古宁头啊，像这种墙壁都有弹孔啊，很多有没有？好可怕哦。那个有可能都炮弹。炮弹消掉的有可能，然后外面有一面墙也是整个都弹孔。那我们走吧，本来要来喝老面茶，但是不能喝了。我们现在来这边是欧错海滩，真的很欧错哎，欧错下流，是有一个聚落性哦，好不好意思？所以你们刚刚，对不起，我错了，我错了。好，我们现在来这里的目的呢，这边有个搁浅的战车，来水干嘛呀？可以，是那个吗？沙滩超干净的，美的，这超适合拍婚纱的。重点是，好像不是这台，所以我们又误打误撞来到一个奇妙的地方，对，莫名其妙的地方。哦，是哦，我们这可以搁浅啦。那来拍几张照片吧，到此一游。M 二四坦。霞飞坦克，宝可梦竟然有这个的介这个的介绍 ，Google 没有，宝可梦竟然有，北万的 S 的，真的 ，Pokemon 竟然有介绍，我真傻眼哎 ，Google Map 没有哎，哎可以耶，真的是，其实这台其实也蛮好拍的，找错东西又找错了，再一次的，你飞走了，靠，真的像动物专家哦，你们在猎捕哦，猎人是不是？我闻一下它的味道，哎，下你在干嘛？大哥，你，然后中间一个躺的啊。超死了！好，来看完战车之后，我们又回来市区了。哦，他这边有战斗奶茶，一条跟茶冻。哦，好，那我们走吧。刚才说你来金门买贡糖就是要买天字辈，这样乐乐应该也是天字辈的。甜甜，哎，你也是天字辈。想你。我爷爷都叫我小陀螺，要在巷子口叫我回家吃饭的时候，隔壁的阿妈都会去找他，然后我阿公都会很大声的叫我小甘露。小陀螺，这边就是那个啦，总兵鼠又回来了。哦，又来总兵鼠了呢，总兵大人。老板买饮料，你看到我一点都不惊讶哎。我为什么要惊讶？要加糖吗？不要。这他们家有阳台。进来过。你要先拆。对啊，为什么？是不是真的来参观一下？哎呦，回来了！拍谁？拍谁？哎，真的，这个好鼓哦！妈，你看，在干啥啊？还有，谢谢，谢谢。在干啥啊？还有。
对啊，真的好有个景哎，真的有景。它里面现在这个景就是天下雨的水哦，回收，而且外面看起来小小，里面好深哦。对，你光在清，所以太阳那里面才采光才会好。哦，所以这个看起来有点新，其实还是真的老土了。对啊。对啊，那给给给，阿公来招呼。然后这是阿公的麻吉啊，阿公是阿公系列。对，这个是花仙草。花仙草，怎么会点那个这么多？哇，哎，它是芋泥哎。对啊。所以芋泥是。这个料太多，我不行。哦，我可以偷吃一下豆花吗？好吃吗？好吃的吗？这豆花超好吃的。真的。真的。它水是黑糖水很浓。蹭豆奶茶很久。酒香，超绵的，对啊，那豆花很好吃的，超绵的。它这个有一种那种感觉，对。但是好喝，豆味，但是没有酒味。它的豆花有那种感觉，海明应该就是，对对对，会弹的感觉。一条根根本就是那个凉凉的感觉，对对对，薄荷的。但它糖水是不够甜，糖水比较偏淡，我觉得是一条根的味道哎。我很喜欢，一条根喝进去，我很喜欢，我也很喜欢喝。它就是凉凉的菊花，这个喜欢，真的有贴布的味道，三小凉凉的。哦，可但是它是真的菊花，它中药黄那种。哦，它那个。那么其实甜味都偏淡，它的甜味。阿公怎么讲？这样，阿妈没煮给啊，阿公没煮这样。有黑有红东西中香，哇，好啊。伊阿小金姐啊，臭逼。那我刚唱什么？咚咚咚咚锵，把它结合在一起，咚咚咚咚锵。人家说吃芝麻，芝麻很粗，芝麻不是粉，是粒。不是啊，等一下不要去买一条，他说买一条。他说你点什么？可是要高，要挖点进来啦。没接受去。那现在帮他泡，那我去急诊室看你。你跟我说你头痛的时候，我就泡一杯王太子给你喝。人家是外敷，你是内用。美白啊。可以耶。做不出啊，人家说。好啊。走啊。冰淇淋，等一下，买两支冰淇淋，纯心三号，耶，真正的蛋卷冰淇淋呢？他有什么吃法特别？对，你怎么吃法特别？不会掉下来。哦，脆皮手，对吗？不见了，不要配合它。好好喝啊，好吃。你折得下来吗？高粱味很重，冰淇淋里面有高粱味。对，而且它其实没有很碎，它不会掉屑屑，也不会到很软，有点脆脆。可是它高粱味其实是很香哎，真的很香。对，只有酒香而已。酒香我不行啊。难怪昨天去吐，我连喝烧酒鸡都会醉，白痴。台中之行，不准你再去城市中齿。好，时间差不多，我们今天的台中快闪，台中快闪来金门，台中快闪来金门，金门再快闪回台中。对，秀姐，你干的鬼啊！我们要去机场了啊！我们现在在机场准备要回去了。然后谢谢小舅妈，谢谢小舅妈，还有富王咖啡，亲民又实惠。对，然后豆子又新鲜。对，大家可以去领，记得点那个链接去领取试用包，试饮包。然后它豆子真的超多，然后各种价位跟风格都有，你们可以参考一下，我觉得很棒，网站也做得很好，对吧？啊，还有那个记得留言，然后这一集要送大家磨豆机，上一集送大家爱乐鸭，记得赶快去看，然后去留言，对，然后去布朗咖啡买咖啡，真的好喝啦，大家都说好，下礼拜见，拜拜。面像很多人呢，面包超人。苏醒安妮、新龙、王志平、Kobe Bryant、Michael Jordan、Shaquille O'Neal， 对。